主席，剛才我提到幾個重要的部門的加幅，和這個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加幅那個的差異的驚人呢，是令人感到憤怒和這個不滿的。即是兩個高層人員的加幅去到 18%。但睇返天文台呢，主席，即點解我咁關注天文台嗰個嘅情況呢？天文台呢一次嘅加幅呢係零點幾啦，等同係減嘅。但我哋睇返天文台嘅重要性呢，喺現代嘅社會特別近期我哋睇到好多獨特嘅問題呢，天文台對市民嘅生命財產嘅保障呢，可以話係極為重要嘅，係咪？即係早幾日落呢一個嘅冰雹，就導致到某啲嘅商場呢就出現呢個災難，地鐵呢就出現呢一個嘅即係瀑布洪水湧現嘅奇景。咁所以即係你喺嗰個天氣預警、天氣嘅研究方面係缺乏呢方面嘅資源同埋人力同埋專業呢，個城市出現嘅災難呢，可以話係即係嗰個開支呢，可以係天文數字嘅，係咪？即係我哋出現好多次最近即係有啲市民話，嘩，點解家下成日出現咩100年200年一遇嘅即係呢個雨量咁，咦，你話都未夠100年，點解又再出現100年嘅雨量嘅呢？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質疑。某程度上呢，即係如果天文台有關方面是缺乏這個的人力資源呢，他們對面對市民的挑戰和的質疑呢，是未必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呢去這個處理。而亦都就回香港氣候的改變、氣候的變化、氣候的資料呢，未必能夠準確地和即時地和有這個的即是專業的支援呢，是提供這個準確嘅資料，跟住進而咧導致到嘅城市方面咧出現各種災難嘅影響，即係呢例子咧可以話係數不勝數嘅。嗱，我哋睇翻嗰個實際嘅情況，如果睇翻政府嘅總目168即係我哋睇到咧，即係嗰個嘅項目咧係令人感到有極大嘅憂慮嘅。就嗱喺2014-15年。道嘅預算整體開支呢，就喺呢個嘅預算案個開支就係2.2億，咁就如果同呢個嘅去年2.1億嘅比較呢，係增長咗1200萬。但係喺全球暖化嘅情況之下，同埋喺天氣走向極端嘅情況之下呢，正如剛才我所講，我哋係需要更加多嘅資源同埋人力物力呢，係增加天文台預測天氣嘅準確性嘅。我唔知道家下天文台喺呢個科技上，喺呢個嘅即係支援上，究竟即係呢方面嘅缺乏，或者係不足夠，或者係即係科技上嘅落後，而令到個準確性係出現呢個嘅差距。咁所以喺呢個嘅整體發展方面呢，係令人感到呢個憂慮。特別有兩個問題，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天文台同埋香港政府必須係要關注嘅。天文台其中一個嘅主要嘅項目呢，就係呢個嘅有關地震嘅預測。呢個喺綱領3嗰度呢，呢度係有涉及到時間標準同埋地球物理嘅服務嘅，呢方面嘅開支呢，同往年係一樣嘅，主席，同往年嘅開支呢都係呢個1100萬。但係我哋睇返全世界近期出現好多嘅地震嘅問題即係呢個嘅日本嘅地震導致到呢個核災難呢個例子，大家仍然係記憶猶新啦，係咪？咁而都對日本嘅影響更加係即係災難性啦。大家要知道香港鄰近嘅大亞灣其實離香港好近嘅，即係你話涉及到任何地震嘅問題，影響呢個嘅核能發展嘅安全性呢，呢個對香港人少少呢方面嘅錯誤預測嘅資料嘅錯誤
啊，或者資料提供的延誤，啊，即係只係簡單嗰即係三四十公里的路程咧，即係對市民方面的影響咧，可以話係呢個極為呢個快速啊，同埋係極為即係呢個個災難。咁所以喺現時全球都好關注地震嘅問題方面啊，最近台灣更加因為害怕地震嘅問題，直情將已經建好嘅即係核能嘅發電系統啊，都要呢個暫停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唔係杞人憂天啊，亦都唔係製造一啲嘅恐慌，係嘛？即係財政預算就係講未來啊，點樣去增透過呢個財政嘅撥款去提升呢一個嘅服務嘅質素啊，即係改善市民嘅生活或者保障市民嘅生命同埋呢個嘅財產。咁所以喺呢一個嘅地震方面，政府係完全冇增加任何嘅開支。即係正如頭先我嘅邏輯推理一樣啫，你冇增加開支，嗰、那個數字係等同上年嘅數字一樣，都係1100萬。即係你減翻通脹，即係等同呢個削減個開支，係嘛？呢個係極為一個惡劣嘅態度同埋信息嚟嘅。另一個涉及到嘅問題喺呢個天文台嘅光領二嗰度咧，係涉及到輻射監察嘅開支。呢項嘅開支咧。啊，同呢一個嘅即係同上年嗰個嘅比較一樣咧，都係定為2610萬，啊，亦都係冇任何嘅增長。即係話兩個對市民即係好關心嘅項目，一個地震，一個輻射，天文台係冇任何嘅增長。即係基於呢個立法會嘅權被呢個嘅閹割咗咧，我哋冇權增加呢個開支嘅議案，係嘛？你政務司司長同埋呢個財政司就加18%，係嘛？但係地震關於地震嘅工作啊，呢、這個監視呢個輻射嘅開支咧，係呢個毫無增長啊，計埋通脹咧，係有呢個嘅削減。所以呢方面嘅忽略咧，我自己一定要透過呢個財政預算案指出呢個嚴重嘅缺陷啊，等同當年呢個商討呢個高鐵撥款嘅時候咧，我當年質詢鄭宇華有關呢個港鐵嘅合約嘅問題，亦都我當時提咗，喂，你而家揾港鐵做呢一個嘅啊高鐵啊，佢咧就你越使得多錢，佢越賺得多，因為佢收你行政費。究竟嘅合約係點咧？我當時已經提出，如果呢一個嘅港鐵喺呢個嘅監工上、喺設計上、喺呢個行政上出錯，究竟有冇法律上任何機制去追索呢個港鐵啊，尋求呢個賠償？冇理由次次要公帑填氹啊！呢個差唔多4年前嘅提問同埋質詢噶啦。咁呢個問題我哋稍後再跟進啦。啊！咁就有關呢個天文台呢方面嘅問題，我哋都唔希望我嘅即係憂慮咧係成為呢一個嘅事實。咁但係你睇翻過去即係多次嘅天氣嘅突變啊，基於嗰個信息方面嘅掌握，我唔好話失誤啦，啊，可能係較即係唔能夠較準確係呢個嘅提供。或者喺更早嘅時間提供嗱，我唔係所有呢一個嘅即係天氣嘅問題都可以預測，同埋可以事先或者喺我哋期望嘅時間咧，可以呢一個嘅即係預測得到，或者提供到俾市民可以準確知道嘅情況。但係你唔可以排除一個可能性啊！我只係強調係唔可以排除一個可能性，就係話如果你喺嗰個科技上，在个知识领域上，在个系统上，在个人手上是有所提升和这个改善的话呢，你永远不能够排除这方面的提升和改善是会能够令到天文台在辐射那个预测方面，在地震的监控方面啊，或者其他天气突变，正如早前的啊，落雹嘅情況啊，豪雨嘅情況啊，啊或者某啲地域性嘅天氣突變嘅情況啊，我哋好多年前喺呢個90年代咧，
即係已經關注呢個風切變啊，機場風切變嘅問題。啊，當時政府就投資咗好多嘅資源咧，係監察呢一個機場同埋赤鱲角附近嘅風切變咧，導致到呢個嘅飛機因為呢個風速同埋嗰個地理環境嘅特殊嘅因素咧，唔會影響航機個安全。所以你睇到就係、是，即係你擺人力資源喺某一方面咧。某一方面嘅知識嘅水平可以提升，某一方面嘅監控嘅有效性係可以提升嘅話咧，對嗰個安全性必然導致呢一個嘅影響同埋有所提升，係嘛？我哋機場開咗咁多年咧，雖然有間中有啲意外、有啲問題出現啦，咁但係當年我哋憂慮風切變嘅影響對航機嘅安全帶嚟災難嘅情況咧。即係僥幸地或者好幸運地咧，係仍然係冇出現。咁呢個同嗰個嘅資源嘅投放咧，係有呢個嘅必然關係嘅。啊，好多市民未必知道咧，以我哋香港喺風切變嘅研究同埋一個系統嘅設立方面咧，可以話係極為呢一個嘅先進。嗱，咁所以即係我哋睇翻呢個天文台啊，即係如果係能夠撥多啲嘅資源咧。其實即係我自己有個建議嘅啊，好，但係好不幸地，我哋就冇能力增加佢嗰個嘅撥款。如果可以增加嘅撥款咧，當然嗰個科技人手儀器方面可以有所提升咧，而更加係需要嘅話咧，可能係能夠成立一個新嘅即係跨部門嘅聯絡嘅中心，係嘛？因為好多時天文台同運輸署同消防同警方方面嘅溝通咧，未必係直接啊，同埋呢個出現嘅問題。好多時都係靠發呢個嘅警號啊，譬如黑雨啊、紅雨啊、黃雨啊，係嘛？咁最近呢一個天氣嗰個嘅即係污染程度，亦都有新嘅警，即係呢個警示嘅系統啦，係嘛？咁但係，咦？究竟有冇行政措施上嘅改善，導致到真係有問題出現嘅時候，令到有關部門啊，包括警務處、消防處啊、運輸處啊，甚至係呢個入境處啊等等方面？是能夠即係強化呢方面嘅工作咧。嗱，譬如我哋即係早前喺唔係好耐啫嘛，係咪喺幾個禮拜前亦都出現呢個豪雨襲港嘅情況咧？青馬大橋嘅能見度咧係去到零嘅，係嘛？即係嗰日其實我有揸車經過青馬橋喎，哇！直情乜都睇唔到，即係啲雨撲埋嚟咧，係直情令到你嗰架車前面全部係呢個嘅雨水。我係去到至知嘅啫，主席。我係去到青馬橋揸緊車嘅期間，哇！至發覺原來問題咁嚴重。如果啲資料能夠早些少掌握嘅，咁即係好似等同你，咦？出現呢個強風嘅時候，咦？青馬橋咧就會開放下層俾啲私家車即係使用，就唔使行上層。如果啲資料喺個信息方面、喺個統籌協調方面係更加有效率嘅，有效率就必然涉及到資源個開支啦。係嘛？你政府就一啲咁重要嘅部門，涉及到市民嘅生命財產方面嘅開支，你就攣到啊，即係孤寒財主咁，好似財爺咁啊！啲大財團咧就呢個退差餉退稅啊，免差餉退稅，一個財團攞翻幾千萬，一年攞翻幾千萬，兩年攞翻，三年夾埋攞翻2億，哇！咁就好慷慨。啲五毛家庭咧就一都就乜都冇，咁等同呢啲部門一樣。哇！啲位高權重嘅局啊，啲司長級嗰啲咧，哇！就即係開水喉，係嘛？即係浪費食水。但係呢啲咁嘅貧窮嘅部門，特別天文台呢一類咧，就即係孤寒財主對待嘅方法咧，就係攣到等同係負增長，不但係冇增長咧，反為係負增長。咁所以頭先提到，咦？譬如好似青馬橋零呢個嘅視野嘅情況咧。其實如果喺系統上喺呢個嘅即係資源分配上喺嗰個嘅資料搜集方面，其實青馬橋我經常揸咧，其實都多次出現大問題嘅。一到橫風橫雨嘅時候咧，佢嗰個嘅能見度係極低嘅。咁所以如果嗰個資訊系統能夠有所改善，令到呢個嘅意外同埋嗰個安全有所即意外可以減少同埋安全可以有所提升咧，呢、這個對市民嚟講咧係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你梁振英好多時係浪費公帑啦，搞啲咩盛事基金，根本喺度倒水入係嘛，倒水落啲即係權貴嘅口袋裏面，應該擺啲錢落去呢啲
真正幫到市民嗰、那個就至為重要啊！令到地鐵唔好出現呢個嘅瀑布嘅情況，令到啲商場唔好俾佢打爛玻璃，影響呢啲問題。咁所以呢，即係對天文台呢方面嘅財政嘅撥款呢，我哋係感到強烈嘅不滿，同埋提出我哋嘅憂慮。